好咁，跟住到一七年嘅第十一題嘞喎。咁我哋而家啦就一個幹業圖咧，就記錄咗一班工人嘅時薪係幾多嘅嘅分布啦。咁我哋已經知道咗個 mean 同埋個 range 呢就分別係七十同埋廿二個平均值同分布域分別係七十同廿二啦。part A 嚟講嘅話啦，叫我哋計翻個中位數同埋標準差出嚟嘅。好啦，咁啊 median 嚟講嘅話咧，我哋而家數一數幾多個人先？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哋而家咧有十五個人嘅總數。OK。 咁所以，我哋會知道咧，median 中位數咧就應該發生喺第八個人身上嘅。第八個人身上咁，所以我哋數一數嘅時候，佢應該就係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應該就係六十九嚟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完成咗第一部分之後啦，咁跟住就到 standard d e v a t i o n 標準差。咁我哋要揾到標準差嘅話咧，我哋就要知道晒每一個數據啦，係咪先？咁我嗱，我哋而家見到咧有兩個位卡住咗嘅，分別係 A 同 B 咯。咁所以就逐個擊破咯。 咁啊，首先揾一個 range 應該簡單啲嘅，因為我哋知道 range 就大減細啦。咁所以八十加 B 减六十一呢，就應該等於翻廿二嘅。咁啊，多一篤機咧，廿二廿二加六廿一，跟住減八十啦。80, 你要計到個 B 系三嚟嘅。咁計到 B 系三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計到個 m i n 系幾多噶咯喎？咁我哋會知道呢，就係今日個 m i n 系七十啊嘛。咁所以我哋知道六十一乘三啦，再加翻誒六廿三。 一路加加加加加，加到去七十加 a，再一路加加加，再加到去八十三，除翻十五呢，就會等於翻七十嘅。OK，咁所以我哋就會 solve 到 a 系幾多嘅啦。咁就係七十乘十五，跟住減翻晒啲數啦。咁我誒大家自己試下啦，我都一齊減下先，減六啊四，減六啊六，減六啊八，減六啊九乘二，減七十，減七啊七，減七啊七，七啊八。 減八十一減八十三，咁出嚟答案咧會計到 A 系二嘅，OK。咁計到 A 系二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揾到個 standard deviation 係啲乜嘢嘅咯喎。咁呢個 standard deviation 咧，deviation，OK、OK?。咁我哋就擺落計數機度計啦。咁咧我哋咧就會 input 翻 m o 四嗰度啦，去翻 m o 四嗰度。咁然後打就逐個數據打攞喎，六十一咁出現咗三次嘅，咁所以六十一分好三 m 加。 六十三 m 加六十四 m 加六十六 m 加六十八 m 加六十九分好二 m 加七十二 m 加 a 系二啊，跟住七十七分好二 m 加七十八 m 加八十一 m 加八十三 m 加咁今日要 standard deviation 嘅，咁所以 shift 二二 exc 咁你会计到个 standard deviation 系七点三三咯。 OK，好啦，跟住咧就到 part boy 嘞喎。part boy 啦就問我哋，如果而家隨機挑選一個工人啦，問我哋呢個工人嘅時薪超過七十蚊嘅 p r o b a b 係幾多？咁啊超過七十咧就應該係得呢度嘅啫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由七十加 A 開始，因為 A 係二嚟噶啦嘛。咁所以我哋知道咧嗰個嘅所求概率 require probability 啦，就應該等於翻六 out of 十五咯，就即係呢個嘅誒二 over 五啦，就係咁。 咁呢個就係二零一七年嘅第十一题啦。